AKB48 和101共同组成的节目 Produce 480来最后一期，最后将从晋级的20名练习生中选拔出12人的出道女团。新女团的名称叫做 IZONDY，IZ 等于12，组合名含义为以全世界粉丝们为中心运动的12色星球，12名少女成为一体的瞬间。以下为出道12人的介绍。第一名张元英，338366票，生年2004所属 Starship， 年少轻微，大家都认可的超凡领袖魅力，拥有压倒性的风格和可爱的容貌，甚至连跳舞和唱歌的表现力都吸引了人们，一直让人感觉到富裕的巨型 baby 能够走到最后也是理所当然。第二名宫线孝良，316105票，生年1998所属 HKT48， 从主题曲开始担任 C 位，从头到尾都在出道组的宫线孝良，一开始就话题不断，在 Produce 48中也能好好的站住 C 位。第三名曹柔里，294734票，生年2001年所属 Stunning Music， 从最初的评价来看被分配给 A 班，之后从最后的 F 班坠落的屈辱百合，他以前也有出演偶像培养节目的经验，教练阵容也认可了主唱表演的安定感，这次能成为偶像出道有经验加持。第四名崔丽奈，285385票，生年1999所属乐华，是一个很开朗的精力充沛的角色，从第一集开始就受到关注，有错误的舞蹈也有公认的评价，其哥哥是男孩组合 Speed 的成员也备受瞩目，期待着偶像兄妹的诞生。第五名安宥真，280487票，生年2003所属 Starship， 之前出演过很多厘米广告，从节目开始前的期待值也都是闪闪发光的，进入八月之后排名下降了很多，但不认为15岁是成熟的表现，到最后也是以出道为目标。第六名史吹奈子，261788票，生年2001所属 HKT48， 在团体表演战斗评价中披露的压倒性的高音的美声，是一跃而成的史吹奈子，已经在韩国的知名度也很高了，虽然一度被认为是第二位的名次出道，但因为稍微降低了名次，能够出道也不会遗憾。第七名全恩飞，250212票，生年1995所属 Ornament， 传说中的美貌与著名的 Green Velvet 的艾莉恩相似，性格也很任性很可靠，是有领导能力的成员，曾经也是有过女团敬业的老成员，非常期待能再次抓住荣光。第八名江慧媛，248432票，生年1999所属Body Narrative， 作为清秀系美少女，从第一集开始就从视觉上压倒别人，从没有实力最下位的 F8 开始的会员，期待着从精髓开始的大跃进，和 AKB48 的佐藤美波关系太好了，两人的修女浪漫也成为话题。第九名本田仁美，240418票，生年2001所属 AKB48， 本田仁美也是在这一节目中闪亮的成员，在被担心第一次跳舞技能的日本练习生中，唯一被韩国练习生们认可的技能舞蹈，发挥其才能，开创了在韩国活跃的道路。第十名金彩媛，238192票，生年2000所属 Ornament， 在水坦都很可爱，像天使一样的容貌很受欢迎的彩媛，虽然没有很好的播出分量，但通过高亢的声音和美貌的可爱表演能够出道，视觉审美就没有错了。第十一名金明洲，227061票，生年2001所属 Urban Box， 以压倒性的美貌赛过其他的练习生们，最初的训练人阵容的评价很好，也很受欢迎，在位置评价中成为了第一位的实力。第十二名李彩燕，221273票，生年2000所属 WM 娱乐，在 Twice 的 Silo 试镜节目 16 中也出演过，虽然被淘汰了，努力付出就会有回报，在这次节目中
展示了让导师们瞠目结舌的舞蹈技巧。这次就以偶像出道为目标。以上就是12名出道成员。另外出道成员活动时间是两年六个月，可以与其他团体兼任，只能在最后一年才能兼任。两年半满后双方同意也可以继续延长活动，甚至可以永久活动下去。另外还公布了第13名到第20名的排名。第13名韩初渊，第14名李佳恩，第15名宫崎美穗，第16名高桥朱里，第17名竹内美佑，第18名小尾美羽，第19名朴海远，第20名白洁美流其次。之前关注度不错、评价很高的几名日本选手宫崎美穗、竹内美佑、白洁美流、夏伟都没有出道。未来的新团将以 IZONA 的名称活动。最后提一句，本来节目就只有韩国人能玩，自娱自乐，但内容却在向世界输出，主题内容自然是偏向韩国本体。